各位两礼拜就是五日节，彰化县议员林根仁服务处为了会当让乡亲感受到佳节的气氛，特别提早举办爸爸粽的活动。服务处的义工妈妈唔呐全体动员伫服务处爸爸粽，议员嘛甲里长做伙将遮爸粽发送予附近的厝边，予大家做伙分享到佳节的气氛。志刚妈妈真熟练将糯米甲阿倒入去光好的粽箬内底。边啊是将包好的肉粽包起来，准备等下落鼎煮熟。彰化县议员林根仁甲里长驶着地满肉粽的车伫巷仔内发送。议员林根仁表示，这几年来因为社会变迁，过节气氛嘛愈来愈薄。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来提醒大家五日节意义，嘛好厝边的婆婆妈妈会当做伙包肉粽，享受过节的气氛。啊，今仔伫咱林根仁服务处呢，啊，一只家咧庆啊端午节吼，啊，一只家有包三千粒肉粽，啊来甲咱厝边隔壁吼，咱这边一只家所有的厝边隔壁呢，啊恁呢啊，大家拢有甲因呢来交流吼，摕一个甲因共享盛举吼，啊来食一下啊肉粽过。端午节，啊嘛啊送一寡要过来咱消防队啊地政事务所，甲咱啊警察局啊，确定啊要送过来咱啊伫咱和平分局门下口咧办关怀活动，遮个啊志工的妈妈啊，甲遮个啊好朋友吼，啊甲咱服务处的志工啊，大家共同啊来分享啊中诶端午节的佳节的快乐。卡早过五日节，家家户户家己包肉粽的景象，即马已经真歹看到了。但真侪女性长辈对过五日节意义，就是家中女性做伙包肉粽的快乐。看到遮志工妈妈欢喜包肉粽，敢若嘛，予咱回到当年迄个淳朴快乐的日子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何必采访报道。